大家好，我是大 H。好，看到我在这个居高临下的位置就知道我在干嘛，我在架摄影机。今天是我们的房子的拆除工程，那我们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就想要把它记录下来。因为我们拆的墙其实不大面，就是一小块而已，所以我们就设定了一个角度，就是这个角度，这里。也想要把我们的厨房变成半开放式厨房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敲掉，因为我们坪数不大，所以我们希望公用空间是看起来更通透的。看有没有小偷来我们家？他偷什么？偷油漆啊？可能会偷我们的空气啊。我们空气也是要钱的。看书。OK。采光不错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赞赞啦！赞。这边有一个踢脚板，它只有做到一半，因为靠右边的这一面墙，它其实里面就是厨房。我们这一块会敲掉，看一下这边都敲掉。这个电器柜我们也会把它敲掉，然后直接放冰箱，因为我们打算把电器柜放在这个位置，我们会做一个中岛，所以所有的电器我们会做到中岛下面。这是恩恩的房间，头到尾的这面墙，这里就不见，那就不见一半，看起来就会比较舒服。那因为我们未来可能开火的次数不一定会太多，就算开火我们也不会煮太多油烟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觉得半开放式厨房是蛮适合我们的。天花板的部分也会薄一点点，然后做一些砍灯，那中间我们都会保留，到时候会是全部喷成灰色的。唯一会做木工的就是少数的天花板跟我们一个工作桌，其他的柜体都是用系统柜来做。我们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衣柜好了。这里到这里，我们这边会做平的那个衣橱，然后最上面我们不想浪费空间，我们还会做一段像这样子的一个收纳柜。我已经开始拆除了，我们门框大概十秒钟就已经拆完了。平均要好就不能有走道，我们全幢其实是37坪，那室内呢是23坪。在设计上花蛮多的时间，想要小空间创造出开阔一点的视野。我们要看起来像室内30坪。那今天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买的位置在哪，因为我们上次跟大家说我们买房子，但是一直没有跟大家说我们买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汐止、南港、内湖、土城、信义区的旧房子，山区也有。最后买在哪里？我们买在整颗蛋里面的蛋白，很靠近蛋黄啊，因为我们一格之桥，一桥之隔，一桥之隔就可以到台北市。我们买的位置就是板桥板桥。板桥在我心里是一个很陌生的地方，但是这边的机能跟这边的规划、交通，我觉得都很不错。每天开车，华江桥一过就是台北市，就是万华啦，又可以接市民大道，基本上市民大道你整个贯穿台北市都很方便。以我们理想的坪数来说，觉得板桥不错。对，整体考量上，我觉得都是更出色的。总价会比我们原本的预算再高一点，但我觉得是很 OK。捷运走路大概10分钟。如果是朋友来找我们，或是说恩恩以后长大，他们交通都不会太困难。如果是我的脚程，我觉得8分钟。哦，到时候这边会是5平的。我们后来决定，这个天花板原本我们是不打算包啊，这边都会做一些长线的木作工程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今天决定是要把这些管线给藏起来，主要是这个冷媒管它不好藏，如果只封这里又很奇怪，然后这里要走得漂亮的话，可能还是要做一个天花。
天花板，这个都已经架好。是客厅这里保持它原有的样子原貌，我们就把它喷漆。这边偏现代，这边偏工业，我们入座的地方并不同，所以就会往下一个工种继续前进。很期待吗？期待，期待住进来，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感觉。亚碧安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在你的家啊、哦？你在你家吗？你好像没什么兴趣耶。你对面包超人比较有兴趣，对不对？我在哪 ？DVD。我们已经来这边第五次了，已经越来越像一个家了。上次有时候上面管线漏很多嘛，你看它现在已经帮我们整个包起来。你在看风景吗？还是你在吸甲醛？你是不是在吸甲醛？甲醛怎么没有穿鞋鞋？拜拜！拍拍手，拍拍手！哇，厉害呀！九个月，最近突然会了这个技能。拜拜，拜拜！哇，拍拍手，拍手！哇，好棒！怎么那么棒？哎，你快来看这里。小可惜，因为有做一条的那个 LED 灯，但是呢，这边没有办法到底，因为。封板的关系，因为这边最底有脚料，所以它那个调灯没有办法走到底。这天花板，然后包括挖孔，到时候会有探针，然后这边会有间接照明。原本我们没有做天花板嘛，但是我们因为想要洗一个比较现代感的调灯，所以这边必须要用木座包起来。也因为包起来之后呢，我们这边也可以打一个证件照，就是会有间接照明在上面。我们这边其实里面都还有一些的美管管线，其实走在墙上。就是其实工业风虽然都有很多线，但是要怎么让有线，然后工业风的情况下又不会太凌乱，其实就是在一些手边上，如果你做的利落一点，就会看起来还蛮舒服。我们大概拉了三组专用的，使用的电器原本以为很少，但是算起来是蛮多的，包括插座电源，还有就开关啦、啊。直接做成一个电器柜中岛，所以需要的回路就又更多，是为了整体的安全性。没错，这是我们电视墙，其实我们原本没有打算要做这个吸尘杆的。刚刚这个灯条能够延伸下，必须要有一个轨道在这，因为墙壁没有办法直接做轨道，所以为了做这个，我们干脆整个墙把它封起来，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更方便的走线。然后因为我们做的是系统柜，然后我们会做的是悬浮。电视柜对，然后左边有靠墙，右边我们是镂空的。系统柜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太重或太长，它会有一点点变形，你能看到这边有个方框。我们到时候系统柜做好之后，整座塞进去，也让它上下都有再有一个支撑，所以可以减少它变形或是下垂的可能。对，这是我们做的加强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就是未来电视柜的长度跟位置。又是来看一下我们的装潢的助理，那他现在在帮我们调整，因为调灯它的原本的特性就是它前面会有一点转光，因为这个光线它主要用的就是有一种延伸感嘛。出现孔原本是在那里，然后现在我们要直接让它从窗户面有光出来，而不要有前面一段黑黑的看不到。他现在把脚料也传过去，所以现在是可以直接从那边接电，应该可以被解决。我们一直在制造他们的麻烦。其实没有，因为当然是希望是完全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嘛，会有一种在刁难人的感觉，因为你不刁难人就是刁难自己。没有啦，就是尽可能讨论啦，因为事实上还是不要造成太大的麻烦，去讨论出一个最好的结果。今天我们最大的行程是什么？选系统板材的颜色跟材质，全是油漆的颜色。我们之前是用想象的去选大概的色调，但是现在空间出来了，然后光线出来了，我们来让我们直接比对。然后今天决定的时候就要下单，下单到生产好，他是说大概三周，但是安装的部分就很快了。我们颜色，系统板的颜色跟游戏的颜色终于选好了。这个部分呢，我们是
交给小一群来选择的。一开始都是大家去选，颜色太深了。对。然后我们就有更换一点点，还是深色居多啦。对，我们一开始选了这个颜色，然后后来又换了这个颜色，然后再换了这个颜色，然后刚刚一过来这边跳的时候，我们又换了这个颜色，然后现在准备要决定了，我们又换了一个新的颜色。我们在六个颜色之间游走。但是我们选的颜色明明就超少的，一直到后面我觉得哪一片都好看，所以就交给小一群选。其实我也卡一个点，就是因为这房子不是我一个人住，是我们一家人住，所以也真的不能那么有个性。我会比较喜欢黑一点、暗一点。那小一群其实是很爱那种白色，然后配浅灰色那种比较现代感。那我觉得那个也很好看，所以我们变得现在有点综合起来，都是大概在这一个区块里面做选择。我也很怕说，如果都照着全部我选的，就住在这里日子不好过，所以要有一点点折中方案，就是老婆没有啊，你那个时候你也有选哦，你也要选，不是我而已哦。夫妻生存之道，求生欲要够高，再怎么样都要留一手，留一手，保护好自己，就是不然的话很容易后面日子不好过。好，这片呢就是我们最后决定的木地板颜色。美这个东西很主观，然后颜色搭配也很主观。最后我们选这块很大原因是因为它看起来是很自然的，因为它是实木片拍到铁木地板，所以它这个木皮都是真的。我们就想要不要有那种太人工的感觉，很 natural 很自然，然后配我们这种有点粗犷又有点现代的这种风格，我觉得是让它很平衡。那接下来我们会进场的工种会是油漆，全是油漆，包括天花板露出来的地方我们也会喷漆，还有我们的门也会喷漆。好，那我们下一次准备刷油漆见啦 ，Go！ 今天是也忘记记笔第几次来了，每一次来都有不同的工种进场，光是天花板要做，我就觉得已经很有趣。到时候系统柜来更有 feel， 地板就更有 feel， 我们完成就是最有 feel。然后人坐进来没 feel， 喂喂，我们好像都没有带大家看他们房间，我们去看一下超级小。恩房间就是我们两个进去，然后就满了。恩的房间是用1、2、3、4颗海小海灯。我们目前是打算把它当作恩的游戏室，游戏室还有我们的储藏室。冷气的帽子，冷气它需要一个回风的空间，所以它不能太贴天花板。所以如果你要原本天花板高度，它就是要放的比较低一点。儿童房打算整间都是活动式的家具，家具对，我们买类差不多尺寸的直接放。一开始想要先做起来，一次做我觉得比较方便，但是就很怕做了他不喜欢，或者说那个时候的需求并不是那样。长大之后，我们再照他喜欢的样子去做。你这位先生离开，你不要用脏我们家的墙壁，谢谢。那我涂的其实不错，看起来有点不均匀。你的能力是把墙壁涂得不均匀。我的能力是，如果这是一幅画布，我就给你最完美的画。您刚刚说，如果你是画家，那我就是蒙娜丽莎。看你聊好了。孙悟空，左边都会是系统柜，满满的系统柜。这边过去都是柜子，这边电视柜。客厅的空间本来这里有隔一间房间，这个位置我们会放什么？工作桌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一块就会在做系统柜，里面现在正在油漆，所以那味道超级重。可是你看那个师傅，他竟然还可以口罩拿下来。其实我觉得从影片上看起来，一定会是我们最后成品的样子。我觉得漆是整个房子的灵魂。我刚刚看到，我真的还是有一点害怕。不过小 H 刚刚有跟我解释，他说非常美。等一下，好，感应灯失去了作用。没错，我们要让它持续感应，所以我们要是活动的。没错。你刚刚是不是觉得墙壁的颜色有点不符合你的期望？对，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的颜色有一点点。它是有点偏暖，暖调的灰。印象中的可能会是正灰，然后像一般水泥色，所以心里一直觉得，做起来不好看。可是因为我们就是从那个原本有点绿调的灰改成这一个的，
他们是说比较看起来会冷冷的，冷冷的跟暖暖的，当然就是暖暖的。好啦，那我们现在要赶场，我们要去看沙发，因为在附近有一间沙发店，我们想要再去坐坐看。出发 ，Go。又到了装潢记录的时刻，哎，我头发太可爱了吧？怎么是个妹妹头呢？现在我们在我们的主卧里面，然后有看到有一些木片，其实是系统板。我们今天的工程呢，就是系统柜，预计会做2到3天。啊，师傅说我们的柜体上是中上多，没有到很多，但是也不算少。我觉得系统柜会是一个家看起来有没有装潢最大的关键。你花这个钱，你是可以很直接看得到的。所以当初我们在选颜色、在选板材的时候，我们花了不少时间，就希望能够找到我们最喜欢的配色。这是我们的玄关，原本也是一个半展示的空间，我们现在就把它改成穿鞋椅，就是中间会是空的一块，然后也可以当屋衣柜。鞋柜跟我们的出张柜，柜子的筒身都已经上去了，这个颜色配梧桐木，很美，墙壁这样灰灰的。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吊柜，下面也会有柜，然后会有抽屉。靠右边两侧这边会做一个悬浮的展示柜。我们今天总共会有三个展示柜，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。在规划中，我们有留一些空间，让很喜欢的这些东西能够被摆出来。然后还有我的一些奖牌也可以摆出来，就觉得那些都是非常纪念价值的。那很期待它成品的样子，现在是非常满意。里面感觉很chill。哇哦！里面现在已经隔间都算是完成了，有没有？我们的背板一样都是用胡桃木，虽然房间的系统柜我们是比较浅色，可是内在美我们是选一样的，那种跟外面呼应的感觉。这个应该会是我们床头配饰，不错，你记得加。我觉得看到这整个现场真的很感动，因为怎么讲？你一直都在用脑袋去勾勒那整个最后会完成的样子，跟你实际看到它已经半成品的样子，我觉得有装潢过的人，你们一定会觉得很感动。其实有点像长肌肉的感觉，你一开始会觉得没有头绪，也不知道自己做的到底对不对，因为你没有看到一点点成果，你完全不知道是不是该继续前进。那当你看到有一点点成果的时候，包括像我现在系统柜已经上了，我觉得过去我们在花时间在挑颜色、在挑板材，然后还有整体设计，我觉得一切都值得。因为还没有完工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心里的感觉已经觉得是还蛮多感触的，对。然后是我的第一个家，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去设计，我觉得很棒。对，今天就先拍到这里。好，我现在进来到里面了，然后师傅在帮我装洗碗机。小小的坪数，里面竟然有一个大大的中岛，深度会做到80。对，外面会包一个石材，然后那个石材这边会凸出来一点，让人坐在这里的时候脚可以往内放，然后椅子就会放在这边两座，比想象中还大哎，真的蛮大的。我们上次离开的时候，电视柜好像也还没做，现在也坐上去了。这三格会是抽屉，到时候会有门片。这一格会是开放式的，下面可以放一些 Apple TV 或是机上，或者还有 WiFi 路由器都会在这下面。然后这个背墙呢，我们会等地板做好之后来做一个硅藻土的清水膜。11月17号，非常期待，也非常开心，因为我们现在进度大概已经到了95%，快要完成，快要完成了。现在我讲完鸡皮疙瘩哎，那整个全貌呢，跟一些我们装潢上的巧思，跟一些设计呢，我们都会在下一集跟大家分享。如果说你有装潢上面的需求，或者说你正要装潢，一定要锁定起来，因为我觉得都非常实用。我们偷偷露出一点小细节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这个部分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地方，跟某一部电影有关，你说说看。
灯条有什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告诉你 LED 灯条除了很漂亮之外，我们还做了一些，有一种异材质，它有贯穿感。如果想知道的话，一定要关注我们下一部影片，我们的房子到底有多帅的，我们就是修修板房的。现在好像不流行这样的，要讲英文。This is YouTube。我的主持人，我的主持人，阿摩迪，他特别的时候他就废掉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因为他们想自己做他们自己要的，所以我们没有买，但是我们就想干嘛要丢掉啊，有些人要做哇一目了然一目了然的感觉没有对到哎、欸、没对到再一次我们的家开箱，开箱，开箱，这个开箱哦，一辈子开不了几次了，也许就开这一次了。现在就那么有质感，家具进来对不